云梦江氏大义灭亲，联合姑苏蓝氏、兰陵金氏、清河聂氏三大家族，也不能当场诛灭夷陵老祖，魏无羡这个祸害。是啊，当初云梦江氏好心收留他，可没想到居然是养虎为患。他倒好，公然叛逃，与百家为敌，害得江家几乎满门惨死。如果我是江城，我早就一剑刺死他了。 是仙门之中极负盛名的世家公子，年少成名，何等风光恣意！可最终落得个什么下场？跌落悬崖，尸首无存，万劫不复。 莫玄羽啊，莫玄羽，我这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救我？还用舍身咒？你这是有多大的深仇大恨啊？也是，夷陵老祖忘恩负义。 丧心病狂，托适合替别人报仇啊！一道疤，一条命。如果他的仇人不死，这些伤疤就永远不会愈合。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你我什么我？莫疯子，谁让你出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回去！ 我是莫玄羽，你不是莫玄羽，你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别做那白日梦了，你就算飞上枝头，也变不了凤凰。
今天怎么没带你那破面具啊？哦，我一直戴着面具啊。哎，疯子，趁你今天清醒，你倒跟我说说，兰陵金氏到底把你怎么了？去了什么金陵台，回来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是土匪就是戴面具。怎么，见不得人了？哼。嗯，那我是几岁去的金陵台啊？13呢？哦，你问这干嘛？嗯，没什么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我，你回来！啊，哎，我让你跑！我，那我们墨家也算是有仙缘的，不比寻常人家。我们墨家有位小辈，曾经也受过仙家指点。若是此次仙师在此能够再多盘桓几日，我们墨家、哎、我在这儿。我说谁叫我呢？这墨家最有仙缘的不就是我吗？谁放他出来的？快把他弄回去。走走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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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走。丢人了！对，我不走，不走，哎，快走！我不走，不走，走，放手，走，放开我！不走，我不走，放手啊！啊，我不走啊！你别拉着我，你放开我！我，走啊，走！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我不回去。别发疯了！我的这位侄子自小就犯疯病，请大家千万别见笑啊！穆雪，你这死疯子，赶紧走，要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阿通，赶紧把他带走！你要我走也可以，除非你把偷我的东西还给我。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偷过你东西啊？啊，我还用着偷你东西？对对对，你是没偷，你是抢。说他也是墨家的血脉，这亲戚当的也太狠了。是啊，这当初刚回来的时候，分明还没疯得这么厉害，这八成是被逼疯的。对对对，你这个死疯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给我闭嘴！让我闭嘴也可以。先把拿我的东西还给我，不然你跪下给我磕几个响头也可以。你看这成何体统？你们都看见了吧？他偷东西还打人，丧尽天良啊！这位公子，有话好说。仙师，这位是我妹子的儿子，这儿有些不好使。这墨家庄人都知道的，自小就犯疯病，常说些怪话，千万不能当真的。谁说我说的话不能当真啊？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，你们今后要是谁再敢偷我的东西，我断他一只手，听到没？你住手！我先走了啊，各位。哎，借过，借过，各位啊。